今天准备去诱风啊，现在天气好了，我们就先把这个桶盖给做好啊，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出发。差不多了，就试一下它圆不圆了。像这样子呢，这样子，这里有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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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一种啊是不行的，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孔啊，就容易比较容易透光啊，那个蜜蜂就不容易在里面去住啊。我们再修一下。那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我们做这个箱盖呢，首先可以先量好这个尺寸的，画一个四方形出来，然后再连接对角，把这个圆心定出来，然后就拿这个铅笔拿一个笔那个绳子绑住这个笔然后就用一个圆规定理把一个圆画出来，然后就割出来就好了。好了，这个桶盖已经做完了，我们就准备出发了。